我操，开局这么多星星。这个 VIP 里面有一个，里面有个神仙，幸运儿。嘿。偷一刀，这都没刀伤。好像莫名其妙的，我玩联合狩猎他就不卡呀，好像一玩那个排位他就卡。让他翻！哇，你真翻！玩联合狩猎就是啥呀？他们都不回头看的，哇，三个人看我一个。好，无敌了，买了这两个东西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小丑在干什么？他在逛街，是不是可能不行？哇！我一个人打这么多个人，好意思不？他怎么这样？他怎么不是小丑？那样冲过来就可以打一刀的那个？哇，这些人都被劈的要死！小丑在干什么？妈卖批！我这插刀都来不及，忙死了，
买个东西。全他妈锁定！这丢了什么东西？丢了自己的，真的是一打八呀！玩蛇，再把医生杀了。这打受伤根本没有什么卵用。哎，放大关。这我真的一打吗？累人。哎，是不是有自动瞄准啊？完了。我好忙啊。真是一大把。现在一个人都没淘汰掉啊。上分了，上分了，八百 ，nice。Oh!
个装。找出电梯了 ，nice。小丑估计走着走这地方凉快去了。太有枪了啊。累死我了，我操，不应该玩这个什么联合手力，五人队友。真挂机了！哇，我这两个人讲情义，不妨就知道。让我飞一下，飞一下，给个机会。还行吧。
他有个币啊，他给他几刀，还不走，累死人了。